来跟我打打。今天确实有一个玩的挺好的，我还正经才在身上学了点东西。真的假的？啊？那一个我那我看看他们有没有人有没有人会玩，上来跟我一起玩。你那个还挺厉害的，我跟你说，你那个人物。那个什么力什么来着？对你那个人物，我昨天去打排位的时候，正经还遇见几个嘎嘎猛的，给我连的有点懵了。他那个很吃操作，他就是得熟练度得高。OK， 我这拳头买不起，寻，好好好好好。啥意思？你那职业还得花钱买啊？没有，他们说这个游戏好贵。哦，他们的游戏买不起。确实不弱，但是得吃熟练度。你练过遍，来练习，开始练习，我去练习了，直接过遍，复习一遍，直接兄弟们，直接复习一遍，不说了，这就是要基础底子要在。复习一遍，OK， 能用现代。哎呀，这是用啥？为什么用这个又不能玩那个？没事尝试一下呀，为什么不行啊？OK， 这个还是会的啊。这个是这个用过，复习一遍。OK。等一下，这不是演示过吗？哎，后期爆发那就是这样的。后期爆发就是这样了，那可以打他。下一项。经典会比较猛吧，经典的伤害会比较高，好像操作也比较难。这个就是不动的这样，这个会。下一下，尝试一下，这个也会。这个就是这样，对，这个会的。下一项，五黄沙就是这个摇杆臂，这个就是我最不会的了。这个就是我最难摁出来的了。找对好节奏，你要找对好节奏。就是要找对好节奏，不能快，要慢，要刚刚好节奏。可以。再试几遍。快了，慢了，哎妈，哎又快了，这个节奏是，我要记住这个节奏，一定要记住这个节奏。谢谢我风景的办卡，谢谢我风景的办卡哇，谢谢可期，谢谢我长音宝贝。这个是劈叉，就是重，这个就是劈叉。后期爆发版。哎呀妈，搞错了。哦、oh.
正经点了个歪，抱歉，需要这个。这个才是。哦，要两个一起按吗？来，预示范一下。是要按住这个吧？哎，不小心按歪了。嗯？耶？点错了吗？节奏又掌握不好了，不是 Y 是 B。 那啥呀，也不是啊，我怎么突然间忘记了呢？我突然忘记怎么用了，是这个中重，是两个吗？就是同时。哦，搞错了，我搞错了，记错键了，我记成 Y 跟那个 Y 跟 B 了，是这两个键。A 跟 B 搞错了，应该是这两个键，搞错了，所以必须得复习。这样，这样是这样打。你要玩。好，能按同时。再练几遍。我知道，我在练技能，看我能不能，就是把这个技能很好的放出来。我在试我的技能能不能很好的放出来，我在练我的熟练度。我就不信我练不会。准备，现在基本都能打得出来。
OK， 完美。看一下，添个暖。这个会，远距离要拉近，可以选择用起手能打到再接招式，繁体有点看不懂。从空中击向对手，击中对手，然后呢？这个还是会的，不够距离，练一下这边也不够距离。就防一下，比如说这样防一下，然后防一下，然后呢？不，防一下，防一下，然后跳起来攻击他。对冲，防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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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防一下，防一下，然后跳起来攻击他。我这个练习好像加不了对冲。哦，可以，哦，可以。行。斗气爆发版。OK， 这个我知道。下一个，这个是尝试一下。这个加重。啥意思啊？示范一下。开大吗？这是开大吗？这是开大吗？这个是打，然后呢，这个大是这样开的，这样开这个打，哎，开错了，这样开，开这个，这样开，然后就可以跳起来去打他 ，OK， 下一项这个。这道都很帅的，就是这样。这个道是帅的，这个道巨帅，我去。好带劲啊！可以。这是什么？对，应该是摁住。就是摁住这个。就是
他就是按住这个气儿，按住这个气儿啊，按住个气儿的同时呢，你按住他，然后你就进行一个中的攻击，然后呢，这个时候接着重的攻击。反红可以用这个，就是别人用红打我的时候可以用这个，红打中了可以用这个技能，就是我，比如说我这样，我打了他一套，然后呢，我就可以接着过来这样子打他。这样，然后接，哦，那他会给我踹飞咋办呢？他给我踹飞的咋办呢？好，对手在攻，如果在攻击就不会踹飞哦。拿个来打一下，随便找个来打，训练拿个木偶来打一下。绝人的阳光飞机，刚有技能是 OK， 蹲下的情况下试一下摇摆，把它配到这儿来之后，我用这个打它，然后呢，接着这招，这样子。如果把它打到这边来，好像可以。比如说，我就先打它了之后呢，然后呢，跳过来，这样把它接住，这样接可以吗？就是我用这个打到它之后，用这样子接。如果我反了他就可以接，拿个 AI 来打打 ，AI 来打打啊，选个低一点的来试一下先，低一点的，你们能不能玩？他们打出那个技能，试一下，能不能打出我那个镰刀？好傻啊，这种表情。试一下，我们打出那里刀。
卜。忘记没接到他，没接到那一招。我去，没有没切人。完蛋了。对，我是想用技能。我在这练技能。我在专心练技能。然后摇杆臂，哎，没摇到，有什么？摇杆，先打他两拳吗？老想着用技能，你知道吧？技能不一定要按方法切。哦，行。蓝房是这样的，哎，我知道那个是蓝房。自己稍微那么接了吧。哦，刚刚接出来了，接出来了。没有，我刚学的那个时候，我想在这用那个技能，我没有学的，我不是要防，我是在学那个技能，看能不能打出那个连招。我是现在是主要是在搞那个连招，我不是在防。不行，重新来，受不了。怎么那么难啊？我去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怎么三级那么难啊？啊，这确实是三级的吗？啊，这真是三级的吗？哎，怎么感觉那么会玩呢？耶，没跳起来。这个练习就是要防守，哦，慢慢打，行吧？那我就重新换回等级吧。换回再。还是练我的防吧，还是练我的防吧，练我最原始的防，主要是防。負けても泣くなよ。哎，啊，什么东西呀？我怎么跳不起来啊？我是想跳他。啊！被他抓住了，我去。怎么跳不了啊？我这技能用不了、啊，什么东西呀、啊？我想用那个技能，对，我想用这个，这个，完了没有？没抓到，完了，我不会玩了，我有点生疏了，完蛋了，我感觉一下没玩。
那我有点不会玩了。完了，我感觉我练了两天，突然间一下子没手感了。不对劲，不对劲，今天玩的还不是这样来着。找到感觉了，啊，原来是这样啊，哦，啊，来了，来了！他防了我的技能，多近高防了，还要投石，不行不行不行！
行，我打不过。哎呀，打不过的，好吓人啊！哎，打不过的，不信。不是我怎么防也没防住你呢？啊？
特发。解了不行，可以了，再过就过不了了，一次够，我不玩玩啊，不的，打一把试一下，行，打一把，怎么样？怎么样玩啊？排位赛已暂停，那怎么玩呢？那什么意思？暂停啊，不让我玩啊，行吗？这个九一，没有啊？怎么玩啊？我去，要防守，防守。完了，给他抓到了。
反不了就必杀。我想跳那个跳过去把他踹了，你知道吗？结果没踹到。哎，我怎么这没防到啊？什么东西呀、完蛋了，没跳到。接技能。哎呀，又没接到，我烦死。又没接到。哇，这个裂开。完蛋了，给他接了个大。我也给你来一套。完了完了、我前跳真的老是往上，你知道吗？就那个摇好难好难摇啊，我去，为什么要骂我？我干啥了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受不了了，我真的，我太惨了，我去，我又被骂了，我。为什么叫我屁温？凭什么？为什么？那个有那个啥是吧？沙尘暴说成了大沙温。我真服了。躺着中枪，是不是要过了那个排位？就是我得打了五次那个人机，然后我才能看到我的积分。好，今天就打到这儿吧，不打了，明天再玩。我真服了。徐大哥，徐大哥，我溜了，我先溜，我换别人玩去了，徐大哥。